时间竞赛做设计建模型，还有拼图时的震撼教育，是每个人必经的学习过程。透过课程、演讲或参与竞赛、校外实习及国际研习等，不断累积专业实力，加上学校提供许多管道鼓励学生出国学习。像今年我参加 TTT 国际设计工作营到东京大学，与来自日本和意大利的同学进行交流，对未来在国际上或是在地建筑设计做不同层次的思考。Graduation performance is our important event every year. Allow me to introduce Alexander the Great! Our works include script, character, costume, promotion, advertisement, and so on. This four-year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cludes American literature, practical interpreter, translation, writing and debate, etc.These are elements to gain ou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make us more confident to our future. 现在的中文系早已摆脱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时模样。我们不只有四书五经、唐诗宋词，也有像我这学期选修的桌游文创、戏剧展演等课程。中文系的训练让口语表达与文字创作都更加的精炼准确。未来我想结合中文系所学朝传播媒体方向发展，成为一名与众不同又独具匠心的媒体人。记得大一系想培养我们美学行销的基础素养，提升学生看事情的价值，再安排我们和多家台湾企业合作，先了解业者的竞争需求，再定下合适的行销企划案。此外呢，系上创新的风格将我们的品牌融入在课程里面，举办了 fashion show 啦、行销影展等，激发出我们潜在的学习动力，给我们的思维不断创新和突破，找出属于自己对行销最真挚的热诚。现今的技术越来越讲求精密化，但所有高阶技术还是离不开机械的基础。机电系的实习工厂就有各种仪器，让我们实际动手做，以从做中学，提升专业知识。我很向往到绿能产业界发展，在讲求环保节能的当代，希望自己能为我们生存的地球尽一份心力。资工系除了学习基本数理、机械还有机电理论外，我们更重视整合的专业来应用在产业上面。这次我们几个同学组成团队亲自设计系统，然后获得了奖项。开心之余还是期许自己更努力，在老师的教导下完成大四的专题计划。在工业 4.0 的时代来临，才能跟上全球自动化的趋势。我有把握未来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位称职的工程师，为台湾争光。